这个时阵，心境呢，真正的宁静啊。所以常常都安尼想，哪会当同我心境，拢伫每一早起，迄、那个啊，晨语就是早课了后，这个时阵，安尼的心境哪会当时时保持？唔知要偌好咧哦，因为呢，咱的心啊，都是心高压力啊，定定咧，都是压不掉，心乱撞嘛，所以定定自我警惕，唔通使心境成风雨啊，即使接触到那有风呢？那是亲像春风同款，这个春风啊，安尼吹来，轻轻微微，嘛是予咱心境平静，增加了一分的祥和的境界。那会当安尼啊，那就是大地呢，嘛会当万物复生啊。咱的心境，若有这种平静的春风，咱的度量啊，就会当不断产生了信心度量。这甲大地嘛是同款啊，所以呢，春风如法，咱的法啊，哪会当好住在咱的心底？就亲像大地上呢，已经春回大地，迄种万物复苏同款的境界呀。所以啊，爱好好过这点事嘛。所以一点啊讲，无明啊，无明就亲像狂风啊。那点啊，看到讲，哎，这个大地呢？受了风啊、雨啊所摧毁啊，那大地受损伤啊，那这就是啊，自然的境界，风物不调顺啊，自然它大地都受摧毁、受损伤啊，那就是啊，譬如咱人啊，那有无明啊。无明一气呢，那咱的道心嘛，或者是咱的心地啊，就真紧受这个无明烦恼啊破坏掉去。哦，修行啊，真不容易，才把心调服落来，开始度量三心，那么。那是一旦有一点啊无明浮现起来，那安尼呢就容易呢，把咱的信念嘛就摧毁掉去。所以呢，咱爱时时照顾好咱的心。今日个会记哩，师父甲大家人讲了一个呢故事。那这位啊。贤惠年轻人，到家伊成年的时，伊的爸母以前就已经拢往生去啦。那伊的管家啊，看到小主人已经成年咯，赶紧把遮的财产呢，安尼摕出来来点交，互伊知影。伊个祖先放落来偌济个财产啊！哦，一点交起来，遮尼济哦，尤其是呢，是七代人啊，安尼一代一代直直放落来，留落来个财产啊，伊家己会感觉着讲，七代人以前，我的祖先一代一代留落来这么真多财产，因拢无去啦。到底因带什么去呢？
一点也都无大，所以伊家己都安尼想，将来我呢？难道这些财产原来是搁安尼留落去，什么都无落去吗？我应该爱想一个办法啦，把这些财产呢，是我真正家己该用去的。伊就交代厝内底的人，把这些财产变现，把变成现金，改变成粮食。他每一天每一天啊，载着这么这么多的粮食现金，看到贫困的人，他需要什么？需要衣啊、药啊，或者是粮食啦，或者是现金，他一应呢随心所欲啊，因所需求的，他就不断布施，好运气啦。这是咱归感情啊。所提起佛经中有安尼的一段，结束未也未，因为伊的思想，伊嘛是安尼感觉关心不净。我已经把会当写的生活物拢写去啦，那我这个情况是这么这不干净啊！不过心是再多去啦，我要修行，所以呢。他了解了这个身体，随着时日啊不断消失，身体呢不断接近啊，是年迈，所以爱趁着少年的时，好好修行去啦，走入山林中，找一个真安静的所在，从安尼开始。当年累月啊，在那种大自然的境界里，采到野果啊、草菜啊，安尼来生活，已经用功真精进啊。在这个平常过日，已经训练到讲，天地万物啊，在伊的心拢无有起着动念，真安静落来。了后，伊决定呢，爱搁再加强精进，用七天的时间得到八定五力。哦，八定，偌尼真了不起呀！伊的心灵已经超越了欲界，在这个色界的境界呢，得到四定，搁再伫无色界的中间，搁得了四。这是非常真观的心灵境界。五力啊，五力呢，就是啊。信精进力，搁进的精进力，量的精进力啊，搁再定的精进力，再来就是慧精进力。这五根五力啊，大家人应该会记得，三十七组图片内底呢，有这个根跟力，这个所在也有得了五力。当然啦，金爱先有，才有这个力会出来吼、哦。当然，这里三十七组图片啦，精进了这份的心的精进力、念力，真正是非常难得啦。好福啦，就是安尼吼。有这种这个五根五力，搁再加上了八定啊，安尼呢，人。再多的这个障碍啦，嘛障碍不掉啦。上大的障碍是啥物呢？和咱上大的障碍，咱有十定，这嘛是咱修行的障碍呀。
第七啊，就是吊忌，这嘛足定咱的心嘛，和咱的心拍未开呀，和咱的心定未落来。所以心若定未落来呢，那定定和咱摇动啦，这个信念摇动啊，定力摇动，念力摇动，真多呢，和咱的心安尼摇动起来，咱哪有法度静止嘛？所以这个吊忌啊，就是和咱修行渐进上大的境界，唔只是修行者。咱一般的人嘛是同款啊，社会人不管你要读书，或者是你要做事业，或者是呢就职你的职业，只要你有吊忌这种的心态，那阿弥呢，咱的心拢定未落来，咱的岗位无法度通好收掉咧，唔是一个真好的就职者吼。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业者，也不是顶顶啦，这呢拢是一份吊忌，吊忌的心就是安定不下来啦，那心高压力啊，常常在心乱撞，一项代志呢有始无终，这拢叫做吊忌哦。所以呢，吊忌者就是摇动啊，无法度通好定啊，就是安尼摇摇摆摆啊，对咱家己嘛无信心，家己的信心定来伫咧起动摇，对别人呢的信心嘛是定定都伫咧起怀疑、起动摇。咱定来讲，信为道源，功德妙啊。重用一切诸善根，咱对家己那无相信呐，都怀疑家己的人格咯。你那怀疑家己的人格啊，你对人都有迄种自卑的感觉，或者是呢，对人啊，咱家己呢就无法度呢，安尼面对人事物，所以。对家己那无信心啦，不管你做虾米代志，都无法度好成功，放袂落家己，那叫做比乱慢。有了自卑，那就会有这种比乱的心态。咱一定咧爱放会落去，心则定会落来。所以啊，定定伫咧讲缩小啊。缩小家己呀，未定人心啊，咱才有法度耐米良能啊。咱呢，那是常常有一个我，对我搁家己无信心，拢是毛病吼。常常有我很大，缩袂落来，缩落来的时阵呢，对家己就是无信心，安尼呢，哪有良能呢？所以啊。这个吊忌就是无法度安定咱的心，无法度起着咱家己自我相信，相信别人。咱伫咧做代志呢，开始做，才开始做呢，都无信心，都个放弃啦。所以人讲，十做高不行。伫咧做事业的人，啥乱安尼十做高不行呢？这就是吊忌，无信心。真容易摇动，这种的人修行嘛，同款啊。我要听足多的法，这也嘛真好的法，那嘛真好的法，这我嘛要学，那我嘛要学。但是呢，十学九不行哦，学十款的代志呢，九项拢是无法度，这嘛是吊忌啦。这种吊忌的毛病啊，在人的心里呢，实在哦。真辛苦吼，和咱一个人未当通个真成功、真成就，就是因为吊忌。咱逐天伫遮坐落来，咱也会当心真静啊，听法真用心啊，唔只是用心听，
阁是立心感受。那安尼呢？一日的开头，咱有了感受，今仔日的生活一定呢对人事物啊，那今仔日的人生啊，拢是真正的新鲜的人生。看到什么境界，都是予咱有信心。那一旦安尼，这是修行真正的顺畅，都亲像咱的心地啊，真平静。哪怕是看到什么款的境界呢，嘛甲当作是春风，助长了咱心灵啊，诶，这个法味吼。那一旦安尼啦，这呢就是定的力吼。所以有了调剂，那就是摇摆不定啦吼。所以心念动摇，不能念佛。以诸善观啊，无有成就。所以修行人呢，心那有安尼心念摇动啊，就无法度接受了真多呢的法哦，这就无法度通接受。这方法呢，这边听那边过，咱呢真正爱用心听法。你用心呢，就是定心听法啦。所以唔通呢，这边听那边过吼，那安尼会真辛苦吼，好咱安尼来过纷纷扰扰啊，心定未落来，苦不堪言。那第八呢，就是分点啦，分点呢，就是混沌沉醉，这是倒咧要困，坐咧嘛要困啦。这种呢，混沌吼，伫平时啊，迄种诶敏锐力无够，定定呢都是慢半拍。什么代志呢？人啊咧讲啊，讲做咧讲啊，等候人讲了，啊拄则师傅咧讲啥诶哈？啊你赶快伫遐坐咧听，啊我当初那唔知咧想啥嘿啊，都是安尼直直去啊。所以呢，这种嘛是叫做分点哦。那凡事呢，未当头对镜啦，对镜呢，马上会当头反应吼。这呢，伫对镜的时，咱的杂念心真多，真多代志想入非非啊。但是呢，面对着现实的代志呢，却是懵懵懂懂过。这呢，叫做分。那就是精神意识未集中，真钝啦吼。一个人讲一遍就知影，伊爱甲讲十遍啦。啊，若近期较来呢，较敏锐呢，讲一项伊会当头知十项。也若是较钝的呢，别人一遍都学会晓，伊爱用十遍的时间来学。说书呢，若有这个耐心啦，愿意，别人学一次，我学三次，三次未晓学六次，六次未晓学九次。这种呢，安尼还阁算未歹，安尼会当精进。但是呢，伊这种的分点呢，伊无迄个耐心，就是啊，过去都过去啊啦，啊学未晓都学未晓啊，我来去学别项啊，这都是甲调剂呢，拄啊好一对吼、哦。那调剂是心直直动啊，这种的呢是心真定吼、哦，所以过去都过去啊，伊都无想讲。要搁再提起了那份的耐力吼，搁再去学啊，搁再去听，搁再去了解吼、哦，这就是咱呐、啊、凡夫啊。为什么常常是凡夫呢？因为咱常常懵懵懂懂，这种茫然不知呀、啊，这外面的境界，咱拢安尼茫然不知吼、哦。真正哩直直坠落落去，所以呢，唔肯精进，唔肯用功，那安尼呢，就是啊，沉坠苦海吼，苦海万重波啊！
所以啊，咱合分要安怎样会当通脱离这种呢纷纷扰扰啊、隐隐苦海中，安怎才会当通跳脱？虽然呢，咱所看到的这么多，人我是非的感受真多，咱的心呐、啊，哪会当修好来？好心真正的宁静落来，咱的定力、智慧产生起来，自然呐、啊，这人事是非变成了呢，是咱的教育的心地呢，可以真宁静。一阵的这个春风来，一阵的风来，咱都给当作是春风，颠倒呢，这是非在咱的内心啊。变成了教育，产生了力量，这呢，那会当安尼啦，咱只袂讲安尼直直针对，伫这个茫茫隐隐的苦海中啊，所以佛经内底佫有一段吼、哦，心神昏暗啊，沉迷。诸法无所明，那这么多分点，法要哪有法度通明朗起来呢？无法度，扰乱其心啊，是名分点，这叫做随烦恼，随着咱日常生活呢，安尼伫咧过吼，即那安尼啦，咱绝对无法度呢，真正提起精神，不管是事业、职业、学业、修业等等。咱无法度向前前进，所以大家人爱好好顾咱这点心吼，不管是八定五力啊，咱爱向前前进，或者是呢，咱的内心啊爱宁静，哪怕有甚物款的是非，也甲当作春风啊，在咱的心底呢生长这个法味，安尼呢，咱。就是伫咧修行，所以大家人爱多用心。